小时候看过的神剧，怎么也不能忘了抗日题材的小兵张嘎。如今12年过去了，还记得戴着破草帽、手拿木枪、整天光着脚丫的张嘎同学吗？今天跟着橘子娱乐一起看看当年的嘎子怎样了。张嘎的扮演者叫谢孟伟，89年出生，小时候一定是个调皮的小男生呢，要不然怎能把抗日小英雄嘎子演得那么活灵活现呢？之后他演的基本都是一些战争抗日类型的片子，号称抗日专业户。哎妈，长大还跟小时候一毛一样啊，今年27岁，看这生活照是不是比剧中帅多啦？打扮很时髦，个头也很高，不算大帅哥也称得上是型男啦。但这组14年拍的照片，小编实在不敢恭维，画了个艺伎的搞怪妆，这画风简直不忍直视。你还是抗日剧里的硬汉吗？真是要吓死宝宝啦。来点正常的，看这里。从小练功的谢孟伟身材超棒的，一身的腱子肉，经常有人说他像金钟国呢。不知道大家看了年初上映的《极限挑战》大电影没？他在里面饰演金毛狮王呢，还和阎王合照来着。还有报道说他有了女朋友，但只有同框没有实锤。小编期待你的好消息哦。